如果你的老板是天秤座，他就会和你博感情哈。那天秤座的人呢，会重视公平，下决定呢，有的时候会犹豫不决哈。他会希望是公平平衡的，他不喜欢使用权威哈。如果你是他的属下，要能聪明主动的分担他的工作。他喜欢团队和谐的气氛。那如果有派系斗争，这是他最讨厌的事情。所以呢，你最好不要跟同事吵架，或者是有什么纠纷传到主管的耳中哈，因为天秤座主管重视和谐。所以不会拒绝人，就算说他觉得你做得不够好，他也不太会骂人，除非真的被逼急了哈。会发生很多他自己亲手做很多的事情哈，校长兼壮壮的状况。那天秤座的主管呢，会喜欢跟下属吃饭啊，当朋友之类的。有的时候你也可以主动的约他吃饭哦。那天秤座主管是个会给员工空间，而且不给压力的主管啊，除非他有一些行星跑到天蝎座哈，你才会觉得有压力哦。那鸿海的创办人郭台铭呢，就是天秤座的企业家。如果你喜欢这集的内容，请你订阅、点赞或追踪。那感谢你的收看，我是占星宝宝宝佩玲，拜拜。